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和荣，今天访问的是一部电影叫做《月之路》。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团体。大家好，我们是 Smash。拜拜。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Vanessa， 我在电影里面演的就是主唱。大家好，我是 Eric， 那我在里面演的是贝手，叫 Taka。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天强 Jimmy， 那我在里面是演那个吉他手，其中一位吉他手。OK， 三位好 ，Hello， Smash， 对不对？对 ，Smash 其实已经出了一张，对，我们是出了一张啊。这个乐团其实已经出了一张乐团，没错啊，可能那时候没有来宣传，现在是乐之路要上演了，对，这是一个讲乐团的电影，三年前就拍好了，对 ，Jimmy 的作品。对，大家的作品，因为我们公司，所以是有两位开了公司，三位，你们都有开，我们一起开，都是同一家，所以你也有股份，对 ，Eric 也有，他是老板，另外两个有没有？都有，陈刚定跟董成啊，没有，就你们三位老板，也算我们公司的一份子，因为我们都当很好的朋友，但是对，在经营公司的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三位的 ，OK， 好。要跟大家讲一下当初为什么想要拍这一部创业作。当初就是希望可以拍一部电影嘛，因为其实我们开了这部电影公司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那 Jimmy 当初就有这部剧本在手上，然后就是一直在调整，所以后来他那时候就是来跟我们提这部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很乐意的。所以等于 Jimmy 是早就偷偷在家已经写好很久了。这个电影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想出来的，是这个大纲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本。是。那个时候就想到，觉得只是，很想进入这个演艺圈，只是可以说想当歌手。是。那个时候就一直都在努力的。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做 tension。还没有。Oh. 那时候是在日本的一家经纪公司里面，对，但是还没有加入 tension， 也还没有认识陶喆。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彼此之间的兄弟之间的感情，没错，然后也有不和，对，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已经形成就对了。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来到台湾之后还蛮幸运的，有就是碰到这些好朋友，那他们其实有帮我很多了。那你在说电影里面吗？还是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生命里面，对，那只是真的没有他们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了，那也不会有我们这个电影。是，那其实，所以我觉得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比较，这个电影比较注重的一个话题就是友情。而且友情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波折，会有一些变化，对不对？没错。但这里面最主要的导火线就是我们的男主角主唱，他饰演的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对，而且一开始就是乐团里的老大，不算是老大，我觉得是在最幼稚的一个，对，脾气最不好的，脾气最不好的，对，这部这个乐团里面的团长算是那个藤冈定的角色，对，那个日本，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他最了解我的个性是怎么样，对，那我就在里面就是负责。搞砸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一回事，对不对？以前是，所以在诠释这样一个，我相信有时候艺人来扮演艺人会不会有点怪怪的？会不会？就是你真的已经进入这个 show business， 可是你有时候去看一个故事里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简化的部分。我还因为真正的糟糕的事情，其实比电影演的还糟糕，对不对？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可以夸张一点，所以反而更好玩一点，就是可以更任性一点，更就直接更放，对，更放，然后就是什么都不用管，因为这演戏嘛，是戏嘛，对，是戏啊，而且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对，然后搞不好更夸张就更好一点。那可是我 Eric 在戏中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点喜剧的角色，我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开心里面的开心果，而且就是。他是演他的坏的一面，比较自我的一面了。那我也是。因为其实他在平常生活上面也是非常的爱搞笑，然后他可以就是他很爱演，其实他资深很爱演。其实 Eric 是资深的 DJ 嘛，对对对。
所以其实声音、表情这些都不成问题。对，他的我觉得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厉害。然后有时候他可以在那边就是搞怪，那我觉得其实，在电影里面，我觉得，他可以表现到这一块，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角色，就是没有几个人可以演得那么好。而且中间有一段那个把妹的，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就大家到时候看了电影就知道了。因为我曾经听过偶像团体里面的成员跟我小小的，当然是私下的说，他们以前觉得在唱歌的时候，或者写歌的时候，都会幻想，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人在听。可是事实上，当然真的面对了所有支持你们的群众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心情上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啦。想象力要比较丰富了。 对，因为当别人跟你说他爱你的时候，你还是也要表现出你爱他的样子。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把那个角度调整一下， 是用哪一种方式去爱对方。对，有不同的爱的，对不对？一定有。对啊。那 Eric 呢，你在片中也有爱一个粉丝吗？可是我感觉一开始你有在利用他。好像有吧，因为我需要粉丝。那时候没有粉丝，就看他好吧，就你吧。是，对啊。所以这个乐团其实一开始就是好像很有自信，然后被你的老爸也来客串了一脚，对不对？就推到了这个真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时候，可是发现说，其实上台之后没有那么容易成功，对。所以 Jimmy 就把这一部分也描写出来。对，其实那个这一段呢、那我们 Tension 的时候比较幸运，因为里面有陶喆的加持啊，对，我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粉丝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一块比较辛苦的地方，因为其实有时候新人要让他们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得到，是这个不容易。对，所以我有想象过，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表演的时候没有人的话会怎么样，如果大家都不想听我们唱歌，那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会担心，还没有上台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我常常担心你。对，但是 Jimmy， 我觉得你这个电影啊，是很认真的拍，可是我觉得对于那个团到底为什么会成功这件事情，我有点问号。对，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没有省略他到底为什么，对，最后还是会成功。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原因。真的，说得好。对，没有一个原因，没有一个原因。对，因为其实你把一戏成名就对了。对，真的。你是说我你在说 F 四吗？我本来是想讲，我真的说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其实也可以算说 F 四，因为我也听到很多旁边说他们到底在红什么，知道为什么人家会那么喜欢，就是这么喜欢的、啊。是啊，你到底想怎样？就是这样子、啊。那有时候真的是巧，就是 timing。对，对的时间就是对的。所以这个可能没有讲太多，因为是真的没有一个秘诀让你成功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你是成名之后才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片中有讲说成名之后，其实别人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对，所以 Jimmy 也没有问题 ，Eric 也没有问题，那个 Danica 没有问题，你们把坏人都给了这个主唱来做。这主唱要不要讲一下？你觉得到底那个人面对的这种的？是很普遍的吗？还是比较夸张？就他面对这种比较，我觉得糜烂的生活，我觉得还蛮真实的，蛮真实。我觉得蛮真实的，真的就是你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跟你至少 hang out 一下，你知道，你出去刷他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跟你喝一杯啊，或者怎么样，都想要跟你聊一些，然后到最后你如果不太了解说你自己的重点，你的自己的value 价值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把别人说的价值当做你自己的，你知道别人说你有多好，变成你哇每天都需要听到这个事情。是，对啊。所以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希望追求这个，对啊，那所以就很容易就会迷失掉，对啊。所以你有迷失过吗？之前有啊，也有，对啊，一定的。F 四到底在红什么啊？当初你看都有接触过了。哦，对啊 ，Eric 还没机会迷失吗？还没机会迷失，他已经在迷失了，他人生就是迷失。已经大头了吗？没有，开玩笑。他迷失的方式不一样，他真的是迷失了，迷路 get lost。对。Jimmy 其实要迷失也很容易啊，又是名门之后，会了，对不对？进入这个圈子也是，但是我觉得
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对他们艺人的教训都不太，就是他们的教育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比较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对，是比较严还是比较不严？比较严，我觉得他们的比较严。真的吗？我听他讲的，我觉得好严。我们有门禁，然后基本上我们每一次上完通告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公司看我们有哪里不好。哦，就要检讨，要检讨，然后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检讨了，太忙了。F 四就是啊，就这样子了。那个就是比较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就是公司，我们那个时候算还不错，比如说我们。排行榜拿第一名是啊、我们销售量最好，但是每一次回到公司，他会说你们还是很烂，你们还是很烂。是谁说啊？就是公司会有这种教育，就对了。OK， 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哦、OK， 我们还是要更好更好。你们会 under control 就对了。也不算 under control， 但是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大头针。了解了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很讨厌，但是现在只是觉得 OK， 只是有道理，是很良好的，对，就是很健康的。嗯。那可是你现在开公司当老板，对不对？对 ，Mash 也算是一个组合嘛，对不对？如果你们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乐团，或者是要去签别的人，嗯、你们的方式会是怎么样？你说电影里面这个乐团？不不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乐团。对，或者说你们如果公司还要再去签别人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是严格的，还是放任的，还是让他就很拽很屌？没有，我觉得。我觉得那公司很辛苦。都要，胡萝卜跟棒子都要。嗯嗯。要硬的时候就要硬，嗯、然后要称赞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被鼓励到。对对啊，尤其艺人的 ego 其实很有时候有点脆弱，嗯、会不会、嗯？会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艺人就是把他们自己的 image， 就是观众怎么所造型他，是，所以他们会找这一方面，嗯、所以很可惜就是这一点。了解。可是我想还是像我想我们还是会管一下，比如说像现在像什么很多网站的 Facebook 那些啊，是那有些人会放一些什么照片啊、uh-huh. 可能应该对形象不好或是怎么样的、嗯、就是会过滤一下。你是担心你以前的照片吗？我的还好，我还担心他如果要你要签艺人的照片。因为 Jimmy 第一次来做这样的一个幕后要拍一部电影，其实也不容易啦，对不对？这个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一起的一个成长过程，因为只是每一个人都有担任这个电影里面制作的一个角色。哦，真的吗？对，那只是我觉得辛苦的不只是我，只是每一个人都有辛苦到，每一个人都有流过汗，有流过泪，为了这部电影没有流血，对不对？血都有，可能就是流鼻血。刚才快点，对，你再做一下那个动作。不是不是、嗯、你该把它就